脚得齐呀，你上山一半是团是吧？这次哦，我们是以海洋风哦来做一个举办，以大海大海的一个主题哦来呈现。与其咱都刚好是接下来海口的一个城镇啊，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啊，所以哈、哦，这回咱来用这海洋啊为主题哦，啊能够哈、哦、来呈现。与其按咱这哈啊降霜完之后，连接的啊就是咱的冬至啊，在这段中间，咱都刚好啊过去就是这个啊乌鱼开始呈现哦。啊，当讲一，咱的渔民就会捕获很多的这个乌鱼。啊，乌鱼内底啊，上重要就是咱这个位置，位置咱所讲的乌鱼个位置，就是咱的乌金。哦，这是咱鹿港来到咱这鹿港的当中是最肥美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伫咱鹿港哦，成为一个特色。啊，所以咱鹿港的这个安尼乌鱼子哦，也受到全国的一个肯定。哦，啊，所以咱这回哦，这个主题的风筝就是按用乌鱼为主题哦来呈现丝棒。啊，咱邀请的哈。啊，这个风筝的一些好手来到咱这安尼体育场来做释放吼，啊现场吼啊过去，咱来每年来举办这活动，今年有涌入吼30,000多人次来到现场吼，来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。啊，咱今年嘛规划吼真多吼，包括吼啊真多吼这些摊位，啊个安尼这 DIY 吼制作风筝，哦啊个咱这小吃吼这个安尼摊位吼提供。好，咱人民众来体验吼鹿港的一些小吃，因为啊，这小吃吼是咱鹿港也是闻名的，所以在现场我们都会一一的呈现。现场啊，咱嘛融入很多的哈啊剧团、剧场的一个表演，也让恭喜姐亲子活动，欢迎全国的好朋友也当来到鹿港，11月5号共同来参与鹿港风筝节。我们每天没有能够捕捉到帅气漂亮的画面，接下来呢就要恭喜所有的强哥弟跟着我们到2023鹿港。完成这一张大合照，大家都可以多多拍照留念，也帮我们。